大佬，昨晚叫我哋捉個人翻嚟，但係今朝就變咗咁。Eternity比我想象中仲更加得人驚。我諗唔係普通黑幫咁簡單。你唔驚 Eternity 追殺你啊？再，我睇你小心啲好。下一個就到你哋。台編劇《使徒行者三》今晚8點半翡翠台。